秋季都市穿搭其中休闲气质的造型选择，衬衣和阔腿裤是最佳的推荐搭配。简约多色的长袖衬衣和多种阔腿裤组合，不一样的细节变化，让你在日常通勤的时候有多种选择。日常气质也是可以让你百变造型。看看最新街拍时尚达人都是如何选搭的。衬衣和阔腿裤潮搭是范山红选搭黄色调的阔腿裤，成熟气质的造型，时尚清新的造型。推荐选择蓝色长款衬衣，搭配深蓝条纹阔腿裤，白色休闲鞋是舒适的穿搭。亮点搭配是彩色的包包，白色衬衣选择浅黄阔腿裤。衬衣选搭阔腿裤时，塞腰显腰线，简约的时尚穿搭，干净整洁的造型选搭。纯白色调的穿搭和黑白色调的穿搭是日常推荐的借鉴穿搭，重点是包包的个性选择，选择不一样的包包轻松朝它出街。当选择整体条纹搭配时，简约的搭配就选择白色条纹衬衣和黑色条纹阔腿裤搭配，整体黑条纹的穿搭，条纹元素的选择修饰身形，日常休闲的出街穿搭，浅蓝衬衣搭配印花阔腿裤，或者整体蓝色调的选择，清新的出街造型，衬衣的细节变化增加整体时尚。想要日常轻奢的穿搭，推荐借鉴以上两套搭配。深色调的衬衣搭配深蓝阔腿裤，选搭深红色包包，其中白色衬衣和墨绿阔腿裤是不错的选择。选搭黑色阔腿裤时，宽松的衬衣也可以自然穿搭，不用收腰处理，干净的文艺范。推荐借鉴穿搭时，白色衬衣和黑色条绒阔腿裤，日常中选择最多的是白色休闲穿搭，或者是灰色衬衣和白色阔腿裤选搭。日常推荐款，轻松塑造简约时尚的气质出街装，秋季选搭衬衣和阔腿裤，气质出街通勤，让你轻松无忧选搭。阔腿裤的高挑气质，让你秒变气质女神，小个子的小仙女也是可以选择的哟，让你多种造型变化的穿搭。长得漂亮是本钱，穿得漂亮才是本事。学实用穿搭技巧，做回穿衣的时髦精，请关注美搭刊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时尚资讯。本文由美搭刊原创，欢迎关注，带你一起长知识。